婷，我是佩云。我们今天要 cover 的歌曲是 YOASOBI 的《Yorunika Keru》奔向黑夜。这首是他们在去年底推出的第一首单曲，算是成团吗？对，算是成团，台湾的第一首单曲。然后就是 Ayase 跟 Ikura 这样，他在一个月推出就有百万的点击，哇，厉害，太厉害了吧！超厉害，所以他就是爆红。其实早在这首推出前，就已经他们就Ayase 有。再给你一次机会。然后其实早在这首推出前 YOASOBI 就已经有推出过几首单曲，但是那时候都是 Ayase 他自己创作，而且他是从词曲到 MV 插画都是自己一手包办。插画吗？对， MV 插画。所以他的那个画是他画的，是他自己做的。天哪，好厉害，好厉害哦，好酷哦。然后2 hours later， Monogatari 小说网站将请他合作小说音乐化，然后这首是改编新野武彦的《塔纳托斯的诱惑》，就是死神的诱惑，一个小说，对，一个小说。而且我觉得听这首一定要去看他的小说，好耶，才会更深的就是感受到他故事的情境。哇，我那时候听音乐还可以听到哭耶，真的。